唔好俾我哋吓亲啊！冇冇冇冇，好开心嘅Jingle。头先嗰两嘢开头都仲好斯文嘅，呢一Jingle之后啲咁啊缩咗嘅咧，死啦！系咪俾人入咗呢个咩啊？困咗入局啊！突然间嚟啦！突然间嚟到，梗系啦！我哋啲精神分裂嘅嘛，做主持嘅嘢系咪先？你咪以为干事好正常啊？佢都系缩嘅，你知唔知啊？系啊，你睇唔出咧？睇唔出，睇唔出。系啦，咁今日继续都系光笑之友系列啦，全部都系有故事的人嚟噶，系啊，好犀利，个个都系猛人啊！系感谢宝宝珠姐，感谢宝健俾机会我嚟讲。系唔好咁讲啦，请到你上嚟，我哋已经系真系我哋好荣幸啦。喂，感谢感谢，好劲啊！呢本书你睇下。闪闪令我远睇以为系嗰啲旅游书，你知啦。而家就当然旅游书，而家唔使再睇啦。所以就幻彩啊，直情影出嚟。不，以前嗰啲旅游书咧，真系咁嘅封面噶。系啊，有一个系紫色、金色、银色，即系唔同嘅地方有唔同颜色噶嘛。系啊，即系闪卡咁样噶嗰个系列，系啊。咁呢个都劲啊，银色底。呢个系啊，银色仲要镭射闪，所以系彩色嘅。你系咁样咯。咁嗱，你做呢个编辑啦，系。即是说某程度上是这本书的监制，是不是？是的，没错。那其实我想问你做这本书的监制，其实呢节目监制呢就大家都知道，即可以是监制住我们平时主持讲的东西啊，节目形式啊，比较巧啊，铺排啊。但是这本公仔书啦，有漫画书啦。那你知不知道画漫画？我大家搞到我。我其实识的，我入行的时候是希望做漫画家的，不过就不成功，结果就被人捉了去做漫画编辑，咁就做到今时今日啦。咁其实都好啊，同漫画系有接触嘅，即系仲有啲拉楞咁，但系就唔使自己上场，唔使自己揸笔画。咁我一样有问题啦，如果一个唔识画漫画嘅人去做一个漫画书嘅编辑，系咪做唔到嘅咧？喂，你有咩嘢权啊？话嗰个漫画师画得唔好啊？你都唔识，你点样去教人咧？同埋好睇嗰啲咧公仔嗰啲格数咧，用几多格去表达呢个故仔噶嘛？系啊。咁你都唔识嘅话，咁你点去控制呢？我想完全不懂呢就应该是有些难度的，是不行的，是应该不行的。但是有一种不懂的，我是很可能我很熟，我很喜欢漫画，我看很多的，只不过是我画不到，我自己画不到，所以我就是对个漫画的语言我很熟，但是我就自己没办法了，我不可以一手一脚画出来，反而我就可以做了一个给意见啊，做在后面做一个督导者这样的角色。哇，其实我很认同你讲的东西，很多时候一些唱片监制他会审评的歌手唱得好不好，有没有感情，但是你说他 会自己去唱 K 的真的很难听的，是啦，那你会不会觉得个监制会真的懂唱歌？不会，是但是他懂话俾你听点样唱系好听，系啊，其实系啊，即系同你嘅工作嘅范畴系一样嘅。系啊，我听过一啲唱片监制嗰啲，佢自己啲 jingle 咧，我听过咧，佢真系唱得麻麻地嘅，但系佢嗰首歌系真系好好嘅，其实系啊，所以 jingle 嗰时冇问题，但系一佢指个歌手唱咧，哇，咁就出嚟夸啦啦。系啊，咁啊，真系所有监制呢、這个呢、這个 position 真系好重要。其实难找过可能画画靓嘅人添，其实今时今日，即系你要做嗰个编排啊，或者有啲朋友咧，佢本身想做演员，剪剪下发现佢想做导演，系咪？哦，系啊，系啊，成日会系咁嘅。其实外国都系外国，可能有好多编剧慢慢转下转下咧，就转咗去做导演。因为其实他可能他知道或者他想控制的东西他更加多或者看得更广这样，所以可以转职。咁我呢啲就有少少唔同啦，我係畫得唔夠靚，但係我就認識比較多，所以我又可以做到監製呢個位咁樣。哇！所以你一個成功嘅作品，其實唔一定係下下要嗰個男主角係最，即係有時我都覺得成個社會係有問題嘅，就係點解你最佳男歌手好似就係咩最佳女歌手咧，就係超級大獎，其實首歌。背后制作好多人喺后面，个灵魂啊，系啊，因为个镁光灯集中晒喺嗰度。因为作品出嚟，其实后面成班人有成个 crew 去帮手做，先可以做到个作品。
同埋你嘅节目一样啦，其实除咗你两位，哇，你仲有成个 D 一百要撑住咁先可以做，即系得我哋两位嘅啫，其实系，咁啊系你哋两位好厉害，唔系，仲有阿 Jack 嘅，阿 Jack 嘅功臣都好犀利嘅，阿 Jack 都劲嘅，咁我又想问啊，讲翻做漫画书一样嘅咧，咁但系嗱，好似讲啦，咁头先阿宝坚讲过啦，一首歌出嚟攞奖嘅，永远啲人咧都成个所有功劳咧就摆晒个歌手上边，而編曲啊、作曲啊、配樂嗰啲咧，完全係真係啲人咧係即係直情忽略咗佢。爭少少啦。咁嗱，其實一本漫畫書，咁啲人會第一樣嘢係會睇啲乜嘢？漫畫其實都同其他 media 一樣，佢第一樣嘢都係睇個漫畫家。系啊，系啊，其实佢都系系啦，佢都系认住漫画家个名埋，其实好多人都系，系冇错冇错冇错。咁或者个主角咯，如果个主角打得起嘅话，咁咪跟住做。你即系睇《龙珠》，你未必真系跟鸟山明，但系跟孙悟空咁样咯。冇错冇错，但系嗰个就已经系后话，即系嗰个作品本身红咗啦，咁佢就会睇个角色啊，睇个主角咁样。嗯，咁其实真系。但我又覺得冇所謂嘅，即係如果個漫畫家係紅，又幫到本書可以傳播開去，之後你可以做動畫啊，做其他嘢之後咧，其實個作品紅咗之後咧，你個作品有你嘅實力咧，其實慢慢咧，啲人又真係好似阿寶堅咁講咧，係會轉翻落個作品本身嘅。因为其实而家 Netflix 嗰啲咧，好多都系调翻转啦，开始，因为全球地球村啊，其实好多日本嘅好红嘅漫画咧，喺外国欧美未必好红嘅，但系佢反而上咗 Netflix 之后咧，开始啲人揾翻，咦呢、這个漫画原本系点样嘅，系边个画嘅？咁啊由嗰一度先开始认识翻，哦原来有条友叫做鸟山明，系调翻转嘅有少少，系啊，所以系后面可以帮翻，即系我觉得漫画家，大家认漫画家去睇本漫画系冇办法嘅，而家都系咁样个趋势。咁但系只要你做出嚟嗰个作品 OK 咧，其实慢慢地系可以慢慢煲，可以慢慢可以培育嗰个作品上去，即系可以当翻个 IP 咁做咯。我觉得真系要。哦，世界真系唔同咗个运动，可能即系以前系得一条 formula， 而家嗰啲 formula 就系千变万化，你要揾 AI 都未必追到。系啊，冇错，真系。OK， 咁啊，今日我哋嘅嘉宾阿 Lay 啦，其实一个背景，我哋其实开麦之前有倾过下偈啦，即系人生系都。好多變化，好多好多嘢做過咁樣啦。咁但係而家最 latest 今日帶上嚟俾我哋嘅呢一本就係一本經理手編輯嘅叫做你嗰、那個港漫動力係你嗰個工作嗰、那個 project 個名啊，係咪啊？港漫動力其實係我哋香港動漫畫聯會啦。咁佢今次係搞第二屆，咁其實係有一個分咧。就是會資助15個本地漫畫家去做一個作品出來，咁我哋就好好彩啦，我哋喺第二屆就係15位入選嘅漫畫團隊之一，咁所以我哋就有可以喺港漫動力呢一個活動入面，我哋可以有一個分類出一本咁嘅書咁樣，咁我哋會喺根據港漫動力啦，咁我哋會喺動漫節就7月28日，咁就會有一個叫做開幕禮，跟住15本書就會一次過就 show 曬俾全香港嘅讀者睇。咁過去大半年呢15個漫畫團隊咧，就好努力咁做咗呢個作品出嚟啦。网台节目开始接受订购啦！你除咗可以亲身到上环 D 一百专门店之外，仲可以去银行入数，又或者透过柜员机过数都得，仲可以登入 D 一百网站 D100.net 订购，想即时过数用转数快就更加方便啦！感激各位支持啊！有冇唔明白可以打俾我哋 D 一百网台专线啊？电话22971825，22971825啊！